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今日前面快嘅嘛，见到内栏三和福将嘅相当快，中间幸运日啊，走啦，出边红帽嗰只咧就欢笑多多，大外档跟埋一齐埋啦，仲有只仲有嘅第五位橙帽咧，仲有嚣舞内栏灰马无敌啊，中间仲见到马匹就系呢个城中话题，六六地食三嘅，再后多少尾五咧，仲见到马匹咧有呢只咧咁啊，就系铭记心头嚟噶，后边尾四领先直前，再后边嗰三只啦。 包装动力咧就响呢个尾三嘅位置，尾二就游合而摄，都入内栏嘅喎，睇有冇得追啦。包咗落尾粉红衫嘅剑飞星啊，好啦，接近呢个六百米断住啦，欢笑多多铁栏带，仲有第二位三和福将内栏，第三中间幸运日啊，三搭都要走啦。外边橙帽咧就系呢个嚣舞嘅，再后边绿色衫城中话题内栏无敌啊，后多少马匹仲有铭记心头，包装动力领先直前啊，尾二内栏游合而包尾咧就剑飞星，入清追去直路啦，前面透出有呢只仲有啊，埋边欢笑多多。 力弱啦，再见到内栏黑衫咧，仲见到就系呢个三和福将追紧啊！大外档铭记心头上紧嚟，中间仲有城中话题，最后一百米仲有尖尖，大外档有铭记心头，中间绿色衫就系城中话题，接近终点，第一名外档追上嚟，赢就系呢个铭记心头，第二名城中话题，仲有两只马相当接近啊！结果呢场赛事外搭马全部走晒上嚟啊！咁啊，大外档数入去，有呢只咧就系铭记心头，中间咧绿色衫城中话题，埋边系仲有啊！ 美成啊，爆翻场啦！吴定强打破四个几月冇败赢嘅半局啦，铭记心头呢场翻嚟啦，城中话题跑第二，仲有跑第三，第四啊应该系开边嘅剑飞星啦。临尾嘅独赢系三十倍啊！呢个铭记心头，喺外档长驱直进过晒黎海荣啊！ 上次一直老失咗，今次又唔失啦，但系哇，一搭三嘅年，麻嘅，睇下四连晚先都有14629蚊，咁四重彩又点？就咁冷嘅喺度，可能好分个头先嗰场添喎仲。肯定咯，佢其实因为三号行头，三十倍行头，就可能系真系好好分噶。三个华将入出嚟，嗯，黎海荣赢啦，汤志杰第二。 何泽尧啊，李生咁啊，叫做黎海荣旺啲啦。呢一期咁就连续两次嘅赛事都有赢马，汤志杰都其实成个几月冇马赢噶啦，咁啊，仅仅啊都只能够跑第二。第五场探马啦，吴定强孖房。 四重彩，三号、一号、十一号、二号派27,095蚊。好啦，睇下巡头影片啦。今日嗰只超模咧又系出咗慢咗半拍，咁跟住就滞住差落，如同望空三碟，咁啊拜拜啦。 拍波啊！早段都好積極嘅，殺咗埋藍先，都做啱晒嘅。跟住三王，又跟住啱包雙位啦，仲有啊！早段都好積極啊，成功克服咗外檔啊！幸運日都啱位嘅，後面嘅城中話題，沿途啊都少少鬥口啦。跟住落後面嗰只頭馬啦，銘記心頭。嗰只驕舞仲係三碟嘅喎，而家。 佢完全排唔到去，慢咗一轮进噶啦。游合二其实早段系摄咗喺尾二内栏嗰个位置，翻到嚟啊似乎冇冲得咁劲啊今次，因为喺佢后边嗰只剑飞星都仲追得好过佢。前面仲有就走甩啦，谂住哇点知出边铭记心头，哦几犀利啊！ 呢场咁好分，真系铭记心头啦要，真系记得你先。难夹，好睇呢个正式派赛先，跑第一名三号铭记心头啊，队员派303.5号，跑第二名1号城中话题，位置派28.5，跑第三名11号仲有，位置派76.5。